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飞啊。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啊！这个最近几天啊，这个天不知道咋回事啊，天都是阴沉沉的啊。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啊，我终于捉到了那只破坏我老鼠的那个大老鼠啊！不是破坏我老鼠，破坏我摩托车的那个大老鼠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因为满脑子都是这个老鼠啊，那个粘鼠板嘛，粘到它了啊，昨天晚上。对吧，然后就特别大啊，就它的整个身子对吧，就和粘鼠板一样长了啊。哎呦，我昨天晚上睡得特别的香啊，然后今天心情很开心啊，给毛孩子们改善一下伙食。这个方便面啊，大家看到这一箱方便面啊，说实话啊，我最近不怎么敢吃了啊，都是基本上对吧，都是毛孩子们帮我报销的啊，就是这样，我最近不怎么敢吃了。这个因为这个大家也知道啊，这吃了之后以后再也不吃了啊，就是这样，再也不买了啊。我估计我身体吃坏应该就是吃这些东西干吃嘛，吃坏的啊。再加上这些是可能是小作坊嘛，小作坊的这些面嘛，对吧？小作坊的面可能。然后的话就是说，这个小黑的尾巴啊也慢慢竖起来了啊。但是它的尾巴竖起来之后，我的烦恼也多了起来啊！就是它竖起尾巴之后，这家伙的战斗力直线飙升啊！这家伙战斗力直线飙升，晚上老是三更半夜，不知道在跟谁勾勾勾啊！就是这样啊，气得我真的是，哎呀，不知道说啥好了啊！这个小黑，他在半夜三更他不睡觉，他估计是不是在跟在跟这个狗在他俩在那个在吵架啊，是咋的？差点发生战争啊！这几天晚上都是这样啊，也不知道到底发生啥事了。小黑，不中还得给你赏哨，知道吗？我这看你精神恢复过来了，咱继续训练，是不是？笨笨都学会了，恁俩也得学会，知道啊？除非恁俩不想出门了，是不是？嗯，看来这个还得给小黑训练一下啊。这边在煮肉啊，这边在煮肉，嗯，要等一下，嗯。像这个项圈的话，我说实话啊，我觉得还好吧，比我在网上看到的质量感觉方方面面都要更好一点，更有质感吧，就是这样。我觉得这个笨笨戴上去挺好看的，然后给小花试一下啊，看小花怎么样啊，看小花能不能接受啊，就是这样啊，给它戴上去啊，大家看看是这种好还是这种肩带的好，因为毕竟他们有那么大了嘛，对不对？说实话，戴肩带的根本就拉不住他们，不好拉，在脖子那里的话会比较好控制一点，就是这样，大家自己看吧，我给他戴上试一下。然后现在我已经给小花戴上了啊，哎呀哎呀，你给我转圈圈呢，就是这样啊，小花戴上去感觉也可以啊，看起来就飒了很多啊，像警犬一样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啊，我始终还是觉得对吧，如果说小花能带上的话，这只狗应该也是可以带上的啊。因为小黑你不要看它个子小啊，小黑的话它的这个脖子啊，它的粗度可不比这个笨笨的窄啊，这脖子比较窄的这几只狗可能只有小花了，就是这样啊。嗯，就是这样，还不错啊，我个人感觉还不错啊。要不要等一下上一下绳子，小花啊，等一下要不要给它上一下绳子，大家觉得我还是先把面煮了吧，先吃饭吧，还是哎呦我天哪，帅不帅，给大家看看帅不帅。哎，大家觉得啊，这种还是比较帅的啊，如果他们三个统一啊都搞上去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啊，会不会更好看一点，是吧小花？哎，站站，好狗好狗，嗯，就是这样啊，还可以啊，我觉得还行。嗯，别扒拉我。嗯，好，嗯，好，到时候也给你买一个啊，给你也买一个。他脸上这些都是粘的东西啊，也不是脏的啥啊，不是他本身毛上的脏啊，是他粘的东西啊，就是这样。嗯，好，别扒了，肉待会儿煮好了给你们煮面啊，那个先带着吧，先让小花先带着吧。嗯，还不错啊。大家也看到了，像他这种体型的带这个项圈的，我觉得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啊，还不错啊。我说实话，我很冲动啊，我很想把它训练会能上绳子，把小花啊，如果能把小花给训练会，绝对是很大的成就感。但是，
要谨慎啊，搞不好他就对吧，很叛逆啊，就是这样。我还是先把肉煮好，把面放上去啊，我还是先把饭给他们做好吧，先吃饭啊。然后这个面已经全部下了进去啊，一共是六包啊，六包。嗯，小花在那儿等待啊，小花这个狗是很聪明的啊，它不着急啊，它说反正怎么样都有我吃的，是不是？嗯，笨笨就着急了啊，扒拉我们一下还。然后现在这个饭已经做好了啊，看到没？我的天哪，满满的一大盆啊，六包面啊，果然效果就是不少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的话，先让你们来看一下，闻一下啊，但是你们没办法先吃啊，就是这样，确实没办法啊。然后这个饭已经给他们分配好了，可以吃了啊。先看看毛豆这一碗啊，毛豆这一碗不算少了啊，肉和面都比较多，像他这一碗就面更多一点。因为本身这个碗就比较大嘛，就是这样啊。哎呀我天，终于给他们分好了。这笨笨在楼下都急死了，在那里一直在那边叫啊，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的啊，意思是说咋搞的，对不对？明明是我们先看到的啊，怎么变成最后一个吃到了啊，就是这样啊。这俩我这分好饭了，他俩直接就干开了，看到没？哎呀，这家伙很精啊，小贝先吃肉啊。哎，这毛豆就好一点啊，我们看看毛豆是咋吃的。哎呀，我们看看小毛豆是咋吃的啊。那毛豆说这又吃到这个方便面了，是不是老开心老幸福了，是不是？哎呀好吃呗。哎呀好吃哈，看他是咋吃肉的啊。哎呀还是喜欢吃面的，我咋发现啊。那小尾巴摇起来是不是啊？小尾巴摇起来。哎，你这个衣服是咋搞的，毛豆？我靠，我刚才没仔细看啊，我现在怎么一仔细看，他这个衣服怎么？他你这衣裳他变成半身装了啊？这厚厚的衣裳是咋回事啊？我看看，他这个腿跑出来了啊！大家看到没？一只腿跑出来，一只腿进去啊！我这真的是醉了，你看这，我说你咋今天这么迷人呢，看起来啊，这么迷人啊，把橙子都露了出来啊，就是这样啊。要不要把衣服先给他弄上去啊，先把衣服给他弄好啊，再让他吃啊，还是咋回事？他现在吃的他忘乎所以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哎呀我的天哪，你真是牛逼到鸡丁儿了。哎呀，然后看看这一碗啊，这小贝直接把肉全部都怼完了啊，那下面应该还有啊，下面还有啊，估计吃完他再吃这个啥啊，再吃这个方便面啊，就是这样。哎，牛逼到极点了，那毛豆自己会脱衣服了，哎呦，可以，哎，我还是先把衣服给他拉好吧，给他拉正啊，然后现在已经衣服已经给他穿好了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左右都给他穿好了啊。这边我靠，你真牛皮，这么精神的衣裳你愣是会给他脱掉差一点，是不是？有点牛逼 class 是不是啊？牛逼加牛逼啊，就是双牛逼，叫牛逼 class， 就是这样啊。吃吧啊，不喜欢吃吗？喜欢不喜欢吃？我看看喜欢不喜欢吃。哎呀，毛豆说怎么可能会不喜欢吃呢，是不是？怼开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废话就不多说了啊，这俩在这儿吃的香得很啊，还有楼下这个笨笨都要急疯了啊，就是在这就。然后我现在下来了啊，这小笨笨啊在这儿是翘首以盼呢，对不对？这小笨笨激动了两个无处安放的小爪子啊，就是这样啊。然后我现在这三碗饭啊已经全部平均主义啊，已经是属于那种一个手对吧，一个手一把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分配的啊，还是比较公平公正的啊，比较公开，你们仨也看到了，对不对？不可能徇私舞弊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废话不多说啊，准备开饭了，准备吃饭啊。哎，小花，吃。已经完全分配好了啊！小黑在吃那一碗大的啊，万万没想到啊，
没想到这次笨笨去吃那一碗小碗的啊，但是小碗那里面的面条比较多一点啊。这个小花还是一如既往的吃这个位置啊，小花这个狗还是比较认位置的啊，各吃各的啊，都是各吃各的。我们一如既往的过来看看笨笨啊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你是干啥的笨笨啊？你咋个吃真快的啊？这我还没有说两句话的，你还准备要反对我了？我跟你这笨笨这个速度简直是堪称极品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像中国的这个，我天，我别说话了，他又回头看了啊，他又回头看了，啊，我也是堆完了，大家看一下，他堆完了，他堆完了啊，我们看看小花啊，小花的速度啊，小花吃的也是有条不紊的啊，小黑是在这边吃，就是这样。哎，这笨笨现在他是无家可归了啊！笨笨说啥情况啊？我吃的最快咋没有了？哎，没有了，我再过来舔两下，是不是？再过来舔舔，过来舔舔也没有了，就是这样啊，没有狗让给他呀，就是这样。你吃的太快了，你吃太快了，知道吧？哎，看人家小花，嗯，吃吧，吃吧，没事，笨笨不会抢你的，吃吧，嗯。小花吃的速度比较中庸啊，就是这样。它这一碗也不老少啊，不要看它这个碗好像小啊，它这个是比较深啊，就是这样。今天这个饭没有加罐头啊，这个饭的话是比较中庸啊，他们估计都能吃个七八分饱啊，就是这样啊，都是比较不错的啊。嗯，看看小黑啊也在这边吃，小黑也是先把肉吃完了啊，我这一看这家伙也学聪明了啊。他给了这个笨笨一个眼神啊，就是警告你一下啊，这玩意儿你这是我的啊，你不要打我的主意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嗯，小黑虽然个子小啊，但是志气也是挺高的啊，在维护食物这方面也是有他自己独到的方式和方法的啊，就是这样。笨笨下去，笨笨下去。哎呀，我也是醉了，吃吧。哎，对，就是要这样。你得吃这儿的小伙儿，你吃饱了，小伙儿，你让给他的这是，哦，怜悯笨笨的啊。这小花看到我教育笨笨了啊，想了想，算了，哎呀，怜悯一下这可怜的笨笨吧，给他留一口啊，就是这样。反正我也不饿啊，就是这样啊。他这愚蠢的笨笨啊，真的是，他一看这里面没肉了，他也不想吃了啊。他说食之无味啊，弃之可惜呀，有点鸡肋呀。没有了。小花说，我这当老大哥的让给你吃你不吃啊，给你不中用啊，笨笨是不是，我还是我自己过来吃吧。哎，这小花还是自己过来吃的。你不中用你怪谁呀，是不是，就是这样啊。他就是想吃小黑这一碗啊，小黑就是不给他啊。吃吧小黑，吃吧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对不对？你吃你的，今天这一顿饭小黑这个肚子吃的囊囊的，对不对？吃的鼓鼓的。哎，可以，嗯。吃呗，你不吃了，吃饱了，吃嘛，小黑，吃吧，咋不吃了嘞？吃饱了，你还准备让钱了啊？你不吃那笨笨过来吃了，那没办法，这我在这儿眼睁睁的给你维持着秩序，你自己放弃了，对不对？那就不能怪谁了。估计小黑是吃饱了啊，他这一碗是还是比较多的啊。嗯，你个臭屁猴，你说笨笨啊，你个馋笨了，我说对不对，小伙儿？我他是不是个馋笨了，对吧，小伙儿？哎，他是吃屌笨是不是？人家小伙儿都不吃屌笨是不是？小伙儿，我还绕笨笨一个屌笨是不是？我比笨笨高一级是吧？哎呦，你看小伙儿往这一站，
哎呦，很聪明啊，很精致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那小伙儿的斩离圣功就是不一般，是不是？哎，就是小花，你看人家手放的多老实，大家看小花的手放的多规矩啊，怕扒伤阿飞呀、啊，就是故意的啊，这样放啊，非常的乖呀、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当我拿出来这个绳子的时候，小花直接，小花直接跑哪儿去了？大家看到没？哎呀，笨笨倒是过来了，笨笨倒是过来了，小花直接跑那里面去了啊！我真的是醉了啊，真的是醉了，没办法啊，今天就那就先这样吧，今天肯定是不行了啊，哎。